防守强度，防守强度。第二节开始，看看在这一节我们两队已经现在过了这个适应期，霹雳球队能不能有更好的去适应对方的对抗的强度？进攻犯规。好了，好。啊！换人。王能杰来到场上。这个阵容我认为哎整体的实力，对，整体实力就比较均衡了。李阳适合打硬仗，现在也是 CBA 的职业球员。基地孙立晨要我要的很深，这边身后一个撤凳子，撤凳子之后孙立晨这一下走不回里。防守防守，右侧进来，再给中间的位置。这次来自二十号约克的中距离没有投中，挡拆。李阳快速带到前场，背转身过掉 Eric， 再找到张志阳，看看中间王能杰虚晃再冲击被防下，一人面对三人这个实在太难了。看看快攻跟进进来，漂亮。来自于三号 George 的跟进，左手上篮放篮命中。哎，大爷大爷大爷，孙立晨这次的掩护推着对方 Eric 往里走，李阳拿到一个三分的机会 ，Big Shot。李阳利用这一点空间命中这记打板三分球，非常漂亮。这个应该是蒙的。防守，好的，老张。好的，老张。在弧顶底线出来之后 ，Eric， 前挡球。哎，背掩护，换人。三七号，那么 37 Ingo 不对，耶，王能杰防守，他就是别人一出球他就走神儿。两节他们顶了。杨，牛角。拿球。站到一个牛角，李阳在中路，看看胡中阳在左侧45度的突破，自己点一下票，坚决、自信带来得分。别。哎，收一下。OK， 比赛继续，现在12分的分差，老鹰队领先着12分。哎，换了，好了。左侧，没问题。后来。7的篮下，22的五，这次篮板球差点让对方在21攻上拿到2分。李阳推进，张志阳上半场有过本队的第一个三分的投射，突破进来，再找到王能杰，在右侧王能杰的三分尝试没中，篮下张志阳手快。把第二次进攻机会拿到，哎，就是宝贵的进攻篮板。走。李阳在基地进来，孙立晨这球让对方拿到一个犯规。换人下边。OK， 上吧。老鹰队请求换人。其实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队这个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是。说他们在一起已经打两三年球了。所以就彼此很默契。对。这边是看一眼。接球直接给到篮下胡中阳，打一个时间差，自己再点一次没有。不，但是篮下最小个子的李阳拿篮板给到张志阳。Let's go！ 张志阳保持三分火力，扬手命中三分，延续自己的手感，为球队把比分追至个位数。好的，宋杰，好的。哎，这一次传球差点失误。哎，孙悦的球队也提升了防守的强度，但这下篮下的切入。
二十一号 BJ 用左手收下两分。这个健身教练空切挺好，挺厉害。好，继续比赛，现在十一分的差距。Go low post, go low post。李阳给到庄战。再倒，再倒，再倒。现在在福建队的两位队友在场上，庄战试试看今天的感觉。调高弧线也没有命中。右手的 in and out 进来之后低手送。As a woman show for number 14. 没有任何防守质量。Go on, D, let's go, D! Let's go, D! 王能杰。Here we go! 给到身后的李阳。Benny on your back, here we come. 看看李阳呼叫麦德的掩护在中间的位置。前场球。Good job, good job, Kappa. 前场球。换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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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别换。Substitution, 换人。球再发出来。看看湖顶，现在来自澳洲大学的两位 Bilibio 的队员也在场上，迪昂和马特。四，庄战，注意时间，三、二、一，短了，篮板，哦，迪昂，这次篮板抢得非常的积极，让王增杰来尝试一个。王增杰今天在场上还没有三分的命中，球推进到前场，十五号 Mandrill 给到自己身侧。往里真的是压着打进去，哎，放手，顶人！这次篮板球二次进攻，利比奥队又丢一个防守篮板，注意时间 ，five seconds， 外线一号的这次，哎，对，这可怕，开场白就，这个球挺伤士气的，是啊。这个球丢的已经逼着对方去压哨投了，防到最后一秒还是被对方拿到一个两分。王能杰给到中间，这次又是失误。哎呦我去，不会破联防。又是失误啊，在干嘛？要不叫个暂停吧。往里掉，直接给到内线跟进二十一号 BJ。换我吧，换，啊，换我，换我，换我，真没意思，真没意思，我不想打。孙立晨换，把咱俩把那个换了，什么玩意儿？换人，换人。It doesn't play like where you come from, man. 约了，加强防守啊！啊？一次犯规都没有啊！刚给你们加一次，我刚才一直跟他们说让顶人，顶人犯规都没有啊！李凡没有命中，顶人啊，怕他啊！二发，第二发命中。喂，在中间，孙立晨这一次掩护往中间的下顺，看看球在左侧，孙立晨的处理。有点太犹豫了。没人走。掩护。哎。哎。哎。掩护犯规。那高层有掩护呀。左侧给到范宇轩的机会，孙立晨跟进篮板。篮下 foul。打击哎。摸你一下就倒了。我们现在主要问题是进攻端，防守得有一个人站出来。对，掌声再鼓励一下孙立晨。好，拿下这次罚球，对于 Bilibili 队来说每一球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好，哎，这一下，这一次的犯规是给到一个违体犯规，两次罚球，
好球，第一球罚中。Eric, I call foul on transition. Which side did you come off? That side. No, you come off this yeah, side. No, just because. But it all breaks down when you don't play by the rules. 两罚全中。看看这次球权机会能不能继续为球队追赶分数。朱大力左手突进来，自己强投一个，全是一打一，全是一打一。面对对方的身高，这球投的有点勉强。看看 Eric 七号来自老鹰队，好的，仰卧。这下身后仰卧以后，又把球给拍到短处界。看看谁来接。这下 Luke 拿到，好了好了好了，这球在中线的位置传出来，再回到二十一号 BJ， three two one， 这次压哨出手，小心，真拼啊，拼，努力还不够，拼命行不行？提前球，第二节比赛还有3分08秒，又是这样的一个战术，这两次全都防下 ，foul 41。别去冒险传，先保证不失误啊！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好球，第二罚命中。防守，防守，掩护，掩护，掩护。上去，上去，上去，上去。好的，好的。接球。好的。哔哩哔哩队是全场的一个盯防。他们要限制对方去舒服的做动作，舒服的传球。后面人，好的好的，走走走，推进，快点，快走快走，往这头快走。Foul。好的。第二罚杨伟勇没有拿到。现在30比41，第二节的时钟在五，这次是周大力，我上去。这是来自于 ARK 的队员，但是他运球忘了身后还有人。十五号 ，Number 15 Mandarino。What a monster jam by Number 15 Mandarino！ 抢断到暴扣，回头杨鹏就交给我来完成。Slayhammer, Slayhammer, whoa! Slayhammer, the big fella. 到这个时间的话，其实不太好打了。一句话，留给 Bilibili 队的时间不多了。咱们现在时间还有1分40秒，打快点。基本上第一机会，如果有出来机会，就坚决选择投篮，不要再去犹豫，找更好的机会啊！ Listen, this is nearly done, but you know, let's not crawl, let him crawl back into it. Take care of the ball. Now call a set and let's get through our set, yeah? We don't need to be sped up right now. We can just come back to what we want to do. One, two, three, here you go. 上半场第二节还有最后的1分47秒，希望在这100秒的时间，比利彪队能够把比分追到个位数。来，我们给 Bilibili 继续加油 ，Bilibili，Bilibili，Bilibili。本轩晃动之后没有机会，再回给杨文友。进球！现在两人之间的传球，本轩找到2分球机会没有投中。你看他们整个一场球下来就没有通过个人能力解决问题的。七号 Eric， 看看三线的快攻，中间再给左侧漂亮，杨文友抢到，迅速上球。孙立成时间差打中，还是孙立成。孙立成今天确实在攻防两端的作用非常大。这两分投中之后，老鹰队还是保持着快速推进的方式，把球一传到前场。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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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过来，换过来。场上的空位，10秒时间，背转身 ，Eric 右手 right hand。篮板再拨出来，还是在老鹰队这边。二次进攻给到15号，在中间 no leg pass， one foul。好球，好球，好球！周大力又是不是又提前往那边走了？那等着球落你手里了。老鹰队在进攻方面，就像一把把斧子不断的去锤对方的禁区。哎，
哦、uh-oh ，张志阳顶罚篮的，张志阳顶罚篮的，张志阳顶罚篮的，走，杨文勇，篮板拿到之后，对方的两罚不中，我们这边能不能继续的去追分？好，大概张志阳的第三个三分还没有来。Eric 要篮球分过，呜吼 ，Eric， 哦哦 ，No。这一次杨文勇拿球，看看自己找过，但是水漏下的盖帽。还有三十秒，两边快速的攻防，底角无人看管，篮板球在脑后传球，再跟进。踢球了，踢球了！裁判示意这下是脚踢球，所以球权交给了 Billy Bill 队。哎，14秒，14秒，打一个，打一个。最后的十秒，孙立晨这半场表现，我刚想说最好的队员，结果自己失误了。糟糕！3、2、1。时间到，半场结束，32-43。